我最讨厌别人就穿这个。把他干了去。完了，盲射啊！见血不慌，反杀俩人，牛不牛逼？换个位置，上来之后他就扑空了，看着啊。换个位置，这个人直接杀了。我靠，我没分着，直接拿下，意味是横尸遍野。帅不帅这一波？一丝血了，我就知道他们这个人绝对会爆点。这个人差一枪，你们赶紧冲他。这个时候我打药是一定会死的，我必须要瞄着门口，来一个极限反应，一定要比他打得快。因为他们知道我采取这个信息，他们绝对会着急，是吧？他们就肯定会急。那只要我喷得准一点，其实我还是跟满血一样的，丝毫不慌，临危不乱啊。落地完之后，意味器，帅呀！被炸了，兄弟们！落地三队应该没了啊！DBS 来的太好了啊，来的太那啥了，这波要是乌兹的话，绝对是不行的，知道吧？乌兹不行。一定要 DBS 的。这边有刷车点啊，咱们找车走了，拿城里边那个刷车点吧。走。
祝剑出网祝新年，兄弟们！进圈的时候，兄弟们可以加加屏幕上面微信啊，回复福利，任何人免费领取福利一份啊！我操！我的巴沙来了，兄弟们！你说真是，天堂有路你不走。找我，你真是找死啊！你说你活着不好吗？是不是？哦，给我送 Barry 的是吧？我靠，还拦我的车嘞！怎么还剩了一个呢？是不是找死？这就是找死啊！还有24名敌人，我们已经巴杀了，非常完美的连接啊，人数也是非常的舒服的，节奏感非常棒，最完美的状态了。直接黄点，冲了！随机房霸主啊，还找我的车，这是一号点有一个假车库啊，这个艾伦格假车库也是非常好守的。这不是那个卡车库房，我操，这是那个迷宫楼房，也行吧。记错地儿了。不过冲过来时候没人就是好房啊。
OK，这波我看看啊，这个圈儿这也不错，这边一会儿也可以过去，很好。一会儿的话，我们这个防具这么大，一定会来人扎的。先把他们嘎溜，啊，嘎溜。绝对会有人来。橙子玩 FPP 吗？FPP 不玩。FPP 的话，那些人怎么说呢？都能秒人，不太好玩，知道吧？很难 1v4 人那玩意儿。为什么这么帅？嘿嘿嘿嘿，确实帅。FPP 可以玩，也可以一穿式，但是呢，没有什么观看体验，打法也会非常猥琐。没有什么视角盛宴，大家知道吧？玩 APP 的人也少，主要是人也少，基本一经常玩的都是那种老油条了，难杀的很，都个个贼精，你知道吧？新手是不会玩的，都贼精。木楼现在给你喂一波投掷物，没啥意思。哪像我们 TPP 干就完了，平地干啦，直接被秒，是不是？还有苏西米的来缩圈啦，第四圈他来了，看一下这个圈给谁的？好的，很明显不是给我，但是我可以不走，移一下，反正我这儿也没来人。不过第一人称确实挺能练技术的。如果你是个新手，你玩第一人称，然后你再去打第三人称，你说不定会很厉害，会有技术的提升。就去肉点，知道吧？去肉点，你就可以把敌人的这个，把敌人的这个，啊，就是可，你可以打敌人的提前枪啊。当你会打敌人的提前枪了，说明你的听的脚步的话也是非常的精，对吧？精细了。不来人吗？来了，这车没搁我这来啊，往这边开了。下一圈得扎点了，这个圈挺玩人的，挺玩我的，因为我没有狙，这种圈拿狙还能打一打，这个我近战的，他如果近点不来人的话，是一点，对吧？一点
进攻的这个机会都没有，只能就是说硬扎了。人家房间本身有人，我开车直接撞，只有这一种办法了，非常危险。往下圈，哪个房间带圈，我就扎哪儿。好，就标点这个，标点就是单独的这个，我能看到。哦，我空投嘿，可以把这空投顺路捡一下。会不会捡中球啊？好，没人打我，这边也没人，看起来。就把车暂时停这儿吧，这能保车。我靠，这三叶草拿的，奇妙啊！现在海景房没人，这海景房因为有人的话早干我了，他没人。很好呀，这位置，中心点呀，兄弟们，这一把又要急了啊！都来干我吧，来吧，尽情的，不要因为我是朵娇花就怜惜我，快干我，来多点人好吧，就不怕别人冲我的房子了，尤其这里边还有浴缸啊，浴缸房怕谁呀？哎，我们刚才标点我们来的地方有个人，哎，看到没，280方向，我们刚才来的地方有一个神奇，来车啦！来车第一时间要必须要给他打跑，吓他，不能让他贴着过来，贴过来就完了。上面有人了，快点这儿。OK， 现在只有这两，我面前这个厕所跟我是安全区了，大房子都没有了，嘿嘿嘿嘿，这就有点舒服了啊，属于天命圈啊。没了，就得三个，原点还有一个，哈哈哈！我操，这么猛啊！我寻思，我操，这是谁的部下？这么勇猛？我就知道要被冲，因为我这个位置中心点绝对会被车干的，但是呢你干不过来的，好吧，直接完成一穿四。你可以干，但你干不过来的。
三个人一起冲啊，啥用呢？ 即使敌众我寡，末将也能万军从中取敌，兄弟们，一传世，好吧，一点都不慌。还有四名敌人，兄弟们，别眨眼，别呼吸，还有四名小敌人，看主播怎么杀了他们啊！ 这人在试探我，他们对我也有想法，但我就是同心圆，咋的啦？中心点儿在西，好吧，我还是中心点儿，呵呵，我这位置就是牛逼啊。OK， 好吧，没事，但是我这位置也很好，不是同心圆更好，可以把屁股清干净，然后往上推了啊，很好。 这个人就是想搞我，知道吧？他在试探呐，他一直搁那试探我，挑战我的底线。这老登，再看我这里边有几个人，但我就不扫他，我就让他以为我这个地方啊很熊，很好惹。他慢慢放松警惕，他就完蛋了。 这雷跑不过去，有一个树杈挡着。人数的话应该是一二一，山上有个大炮。哦，二打二，剩四个人，二打二，山上两个。好的，车后一个，山上一个，兄弟们没了。 这两个人小位子你还别说，还挺难搞的。哎呀，别眨眼，别呼吸啊！看主播如何处理这种局面。 来一个五雷轰顶。
一箱。这会儿不要补他，让他报位置，知道吧？这几个雷扔的真不错啊！乱杀，直接拿下，单人四排竞技模式，深五杀之地，转圈一v二，直接四颗手榴弹将他带走，这一个人必死无疑。我们是什么玩儿了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帅呀！刚才有人问说，主播有不玩的吃鸡账号怎么办？想买一个游戏账号怎么办？兄弟，回答一下你的问题。你加屏幕上面微信，我们这边全网最高价收号，你有不玩的账号可以拿来换钱啊。然后呢，想买游戏账号的，加屏幕上面微信之后，看朋友圈有非常多的皮肤账号任你选择，什么绿头啊，各种绝版皮肤啊。然后你现在任何人加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，即可免费的领取一份福利啊，每一个人的专属福利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，帅啊。感谢脸颊的办卡。带来一把豪宅。妈 ，DBS 在手，
啊，还有一队啊。还有亮队，兄弟们，主要是二楼有人，妈的，不好直接上他。二楼有人不打他俩，我知道在水池里面，不敢出去。我操，他扶人我都不敢出去。二楼居然不打他俩哈。草莓蛋，还是遇到我了，宝贝儿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这应该是个妹妹，这应该是个妹阿妹。爸今天必懂。我操！你这个老爷们儿，你穿这么粉干啥呢？嗯？呵呵呵呵，他们一律都是粉粉的哦。二两那个没事，但是应该是个喷子。男妹妹更喜欢了。Hello，兄弟。
Hello，兄弟，呜呼，兄弟啥呀？就这呀？你还有我兄弟呢？我可没这么菜的兄弟啊！直接拿下，落地七杀，豪宅七杀，兄弟们，拿下豪宅，咋样？这一波落地非常完美啊，完美前期，兄弟们。应该是没了。其实那两个如果没他在上面保护啊，早就死了。他也不打下面两个，我也不敢直接出去。不知道有车来我这儿，啥意思？这车的人还挺多，俩人。他的红点没拿是吗？那个人旁边有红点啊。这有一个。我那 AK 声音这么尖锐，没有吧？这两个人找我姐就简直就是找死啊！妈七杀的豪宅霸主还敢？这应该是他另一个队友，他们一队萨马丁的啊，我是这么样理解。两个，你看这边俩，这边俩。好，足以勾引他们过来了。这四个都挺迷的，他不知道我位置，感觉我他妈隐身了，兄弟们，感觉这四个人的这个意思完全被我拿捏了啊！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哪儿，非常的痛苦。他们已经被我打怕了，我感觉啊，
就感觉他们已经对我产生了恐惧，不知道该往哪去了。直接落地十一杀，拿下豪宅，我天啊！这把落地杀的还算个样啊！他们是萨马丁的人，一看他们那小样我就知道了，想来这边劝架的。走吧，超完美前期。这何止是超完美前期，这落地十一个，究极完美前期啊！进圈，咱们得拿个三级套，不打枪口啊，让着对面点儿。这都拿了这个什么补偿呀？这一压枪无后座，对面玩不玩了？对不对？还有21米的人，让着对面点儿。发现有没有人呀？车都翻在这儿了。干了！反正有 DPS，他妈近战不怕。没有三件套，确实缺乏一点安全感啊，兄弟们。20个人，现在就你看这个圈说一下就死了一个人。兄弟们，刚才看到有兄弟问说想买一个皮肤号怎么办？兄弟，你可以加屏幕上面的微信啊，然后的话可以去朋友圈看个号。然后你现在加微信，哪怕你不买东西啊，只要加微信，给我们发个消息，发福利两个字，有就直接可以获得100%获得一个加游戏获得一个皮肤啊，他助理会发给你啊。获得一个主播这边的专属福利啊，无任何条件啊，兄弟们。戴个帽子啊！OK，16个敌人，妈的，这把职业圈就杀个5、6个就可以了，心满意足了。没有飞机落下。
确实应该找个千口补偿金。来了，兄弟们，这个飞机看能不能拿啊？拿了之后就是如虎添翼了。我操，这么老远呀！而且那边是人堆耶。哎。那也得去，兄弟们，主要是想杀人了，落地十一杀有点不够杀，说实话啊，咱们去木头那边杀波人吧，啊，就十一个，说实话真不够我们杀的。右边防区有人，两队人在打，这木头在他们左边，应该他们不会接。好，就在山后，非常完美这个位置啊！你看，毒边那边打烟那边是有人的，很好。捡完之后直接劝他们，这他妈是不什么玩的枪？过不去了也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嘞？直接上啊！其实他们打完了，现在也没必要上。他们已经打完了，现在去的话，无非就是让他们全部的意识都来集中我，去那个厕所吧。退下去，他拉我没办法。我操啊！你他妈直接过来！你真过来呀你！真过来呀，不是吧？还有五名敌人，就五个人了。他们打起来的话就没人了。再炸起来了，他们。感谢老铁送来的六倍镜。好，倒俩，
五个人倒了两个，也就是说现在站着剩三个人，两个人开枪。OK，现在就剩三个人啦，三个人啦，他杀了两个。三个人是吧？1v3 了呀，没步枪很难呀。1v3 了，兄弟们。对，然后浮起来了，就在浴缸房。别眨眼，别呼吸！看到一个在红拖拉机后面，一个。目前只发现 number one 一个，第一个。也不是很一定，万一这右边还有，左边右边还有一个呢？他们三个人怎么不上呢？按理说他们会冲我耶，为什么如此安静？两个人确定了，两个人了，我已经看到俩了，我已经看到他们两个人了，围墙一个，房子里面一个，第三个人我就不知道在哪儿，知道吧？其实我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这个身位会拉得很大的。你现在的话，我就不敢。反正他们绝对是两个人。好，他们要跑毒了，兄弟们。他妈像俩像啥呀？我操！一发！OK，最后一个人在后面呢，我操！一打二打一，不是一队的，看到没？后边的人早就瞄着我了。黄色饼干，这一下就得劲了耶！不是一队的，很好，但是他好像中心点。这个人我屁股露给他半天，他没打我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人坏得很呢，很有耐心啊，这人。我一打架他就给了我一枪。想当黄雀是吧？
人呢？我车还在不在啊？车在左下角，这他妈咋办呢？这圈进不去了，这圈，我只能去那个车那儿了，行吗？98K 我不怕他。干啥呀？只见一个拉车锁头，呸，秒头，拿下单人四排竞技模式，是五杀至今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直接拉到车，这波必须要拉到车。而且他刚才跟我对枪的时候，他中了我两枪，知道吧？我们是冠军，小六走一波呀，帅呀！刚才有人问主播买号卖号怎么办啊，兄弟，你买号卖号的话，加屏幕上面微信，咱们这边全网最高价收号。然后呢，你们现在加微信还有免费的福利相送啊！加微信之后直接回复“福利”两个字，免费的领取福利啊！有可能是加入去，有可能是皮肤，去领吧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。Found you. I cried and the tears fell from my eyes like a waterfall. And I swear I could feel you in my arms, but there was no one there at all. You were my clarity, I swear. All alone in a daydream, yeah, there was magic in the air. And you were right here beside me, held down like an angel with no wings. I wanna fly again, I just can't get you off my mind.自己好歹兄弟觉得更新之后这些人变猛了还变菜了，变菜了吧？哎呀不呀，就那样，也没枪没菜没变了。Be up all night. I don't wanna say goodbye. It's tearing me up inside. I just can't get you off my mind.我操！你看这些人多不多？呵呵呵呵。跳车库。会玩啊，都他会玩的。拉我他妈架了，来！我又拍到他了。
大包呢？让你掏了。楼梯还有人呢，好他妈狠了，嗯，怎么阴起来了，我干的。一楼有一个，这四个房子里边呢，不知道哪个房子。恶心呐、啊，这喷子！这他妈会玩啊，这逼有柏林裤。你爬上去了，真敢爬呀你。爬了呀。我寻思你会揍的呢。爬他扔白白的我呢，会玩呢马会。都是高手啊兄弟们。要。妈我看着他衣服了你知道吧。熊猫体能正常人。不应该周六撞车几率小吗？今天怎么还多起来？老多那种算是玩意儿的。还有现在有扛人这玩意儿的，要不你刚才必死无疑。死完了，这是差不多了，大家可以走了，车没了。
走啊！看好多东西吃的里，我操！老多老阴逼了，别看了，走吧。那他下午这不炼狱难度吗？啊，打个屁！是有点难哦。晚上简单，晚上有点。走，直接这个车。酒吧可以不要，没有狙，没有背镜，知道吧？先拿个 DBR 先防防身吧。干你了，两个两个，别对了，干跑了，两个吗？我就看他一个，丢人了应该，丢人的，弄他，这怎么有个破的跑车呀？我看着了，空爆雷地方啊！炸他了，炸他了，烟儿里呢。我也不敢抽啊。快点石头！我操！快冲到那个石头！再换一个团！我操！妈的，这几个几把吧，有一把，一把，给我们论少，兄弟们，那个枪声死了，进点全石，补的还是杀的，进点全石。那车呢？看到了，老他妈吓人了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我操，这队他妈叙利亚的啊！四个兄弟，没事，照杀照杀，别怕。牛逼，还有一个，我头上，170，我瞄的方向，速烟。哎呀，这队太虚了啊，兄弟们，太他妈狠了，直接拿下一穿四，副队长直接躺我，怎么直接没了呀，哥们儿？我被你右边那个打死。OK， 还得是队长啊。帅的一批，关键时刻还是得靠队长，这副队长这个还是差点感觉啊。又要来了，我还去那个位置，我还在这儿。三个，这车上。
我打不死啊！我操，你的连狙哪去了？你的去连狙的。再打呀！把这个打了，他们就废了。感谢贾斯汀的两架飞机，谢谢贾斯汀，谢谢我贾斯汀兄弟的双飞呀、啊，谢谢。大些都把狙干了，有机会干掉他一个。走了，随便填点子弹，撤退。突防狙得了，还是拿喷子吧。OK。那他们那个黄金跑车能开吗？OK OK， 走走走，这不能，这不有好车吗？这，他这个跑坏的，哎呦！三阶段了，我靠，合上就没了。谢谢贾斯汀啊，谢谢贾斯汀兄弟的双飞，爱你救命，谢谢。哇，这一轮猎少了一个呀！啊，对呀。这有一个，这有一个。OK。能挖北极圈了啊！落地巴扎，完美前击，超模前击，超完美前击。来，开车，司机。好吗？开这个比较好吧，这个后面可以坐。去哪儿嘞？看看呗。就下边烂尾楼得了。我操，什么玩意儿？烂尾楼没问题，他们是大仓的。大鼻子吗？对呀、啊，干他得了。
别来，别回去。进烂尾楼，我一打试过无数人，那我就打狙去了。他们怎么不敢过来呀？这么怂的？不应该吧，兄弟们，这么怂的？打烟儿了，不接啊，不理解。空投，但是向好向大的啥意思？可以呼吸了，兄弟们，先呼吸啊，先呼吸！我操，忘了，他没过来，就先呼吸吧。不知道为啥不过来？这里杀有点，不掉他，不掉他，空一下右边。死了呵呵，早说呀，早说呀，好兄弟，早说早让你呼吸了，都是五六啊，这 OK， 我们不是圈，倒霉蛋子。拿迷你啊，你先拿迷你啊，确实有迷你啊，一边是我就不要了。AK 子弹给你了。哎，他们在仓库里被打倒了一个。嗯。别杀逮捕。哈哈哈。哎，我们对我们这个大仓里边，他先跑过去。好一个，干他干他，走！杀杀杀杀，副队长。打在左边了，他打在左边了，我们停右边。但一定要贴这烂尾楼，他。别上去了，别上去了，有大狙。上面有狙。冲冲冲！两个。楼上一个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样。冲冲冲冲楼上就行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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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比他妈连他队友都伤。谁来了？被爆头了，死了！他连队友都伤，我操，他妈太狠了，兄弟们，受不了他了，受不了他了，他简直是太狠了！我的老天爷！这俩人必须得干掉，要不我们没有位置。哎呦，是一名敌人，下呀！这 A 打 M 有点难打啊。因为我们靠山右边就可以了。三级甲下边。他在那个树后边的。过那里，一起打他！大狙呀，石头后面是个什么？左边，大狙在左边。石头后面是 DPS， 嘿嘿嘿。打他干啥呢？别打他了。不打他，我们要走啊！我从右边走就行了，我们到这边点儿。跑车，我们跑车。这不用走，就到贴这个山上脚下就完了。不开过来了是吧？来我这，来我这儿，开个屁！走吧，听队长的。精彩刺激的决赛圈来啦，兄弟们！这山顶能爬呀，兄弟们，爬上也得了。不打右边吗？这边有一队的，我前面。那你架着，能架吗？架着我顶上去。试试呗。小黑盒衣服，救他！救他！救他！这他妈爬不上去啊！这 ，OK。我们到他的位置可以的。那大鼻子怎么感觉进大山里头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他就在石头后那个，很憨的这个人。我昨天晚上跟柚子碰到个穿山甲，两个。牛逼！好兄弟们，兄弟们。雷你不要啊！我靠，怎么这么多？不着急啦，在离好位置就无敌了。这个点儿，这把 B 世界不一定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位置还是要跑下去的。也挺难的，过来一起打，265，过来，我这儿，能不能看到？三，你急啥呢？堵不了，他们是圈，我们不是圈，怎么办呢？空投，走右边吧，右边烂尾楼抬不起头。
我就摸三架给你，来来来，你摸。还有七名的人，哎呦，他怎么打我了呀？这人，我倒被打回去了。七名敌人，不对也是，就待待这边反斜就行了。等烂尾楼出来，人数算不明白，打不了他了。烂尾楼猫了，估计猫了好几个。这大边我没子弹了，我这边不好弄啊。拉下来两个，没，他们也不敢打。嘿嘿，还有这一名敌人，这烂尾楼猫了仨，烂尾楼。应该我反正看着一个人，三打四打二。上面那四个人。上面那四个人都拉得那么开，他指定有点毛病呗。四个人，外面没人了。左边四个，右边三个，我们中间两个，兄弟们非常尴尬啊！这个位置，出来了一个烂尾楼，又回去了。他最起码俩，他之前倒过一次的，估计里边仨。我烟很重，专门带了好多烟。给我来俩，给我来俩。有啊，可以大炮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出来了仨，是不是仨？嗯。还有一个粉衣服没出来。上面补了一个，上面连杀再补一个。OK。这不倒了，这不倒了，一点没人了。这坡下摸了一个，好好，二打三，全点标点往右边的。上来，别中，别中，别中！你能待着就待，这都在菠萝树后边呢。给他不知道你的位置。你架着我敢顶的。已经顶，已经跑上来两个了，那边就一个了，顶吧。在左边了，在左边左上角了，就在这个位置。都在这儿吧，还石头一个，你开枪的一个，石头还有一个，三个。哇，他被这个吉利库打懵了，他们这个位置没了。哎，这个 AK， 这个吉利库用雷打他。OK， 直接完成，差几个副队长？八个，八加十一等于23杀，世界双人四把竞技模式23杀，我们是冠军，九月圈，二打三打四全部收入囊中，好吧？小六走一波，
兄弟们，刚才有人问了，说不玩的游戏账号怎么办？兄弟，你可以来找我换钱啊！兄弟，加屏幕上边微信，我们这边传网最高价收号，免费帮你估价啊！想买一些精品库存号的，加微信之后看朋友圈，先任何人加微信回复“福利”两个字，即可获得主播这边的专属福利，有可能是加游戏，有可能是皮肤啊！加屏幕上边微信，双人四百经济模式，二十三大世界，帅啊！有点慢啥的，兄弟们杀不动啊，有点操啊！哎呀！没喷子，妈的，没喷子，烦，丢弃了我的喷子，遭罪了吧？再来一把注意点，又是泰哥，从哪跌倒从哪爬起，这把必须干他一局。他们怎么打了半天没死人呢？等待飞机的时候，兄弟们可以加加屏幕上边的微信啊，加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，免费领取福利啊，兄弟们，任何人免费领，无条件。还是不能抛弃我的本命枪啊！落地一杀，落地都两杀了，这绝爱圈不得起飞喽？应该是物资比较牛逼吧，现在拿物资吧。把料打满。
没声了，安静起来了吗？我国杀了呀，兄弟们！三级啊，拿喷子不？拿不拿喷子嘞？拿喷子吧。上把就是没有喷子，近战才出了问题。说实话，近战的话，第一波打那个人的时候太伤了，费了很多血，他导致我后边就没打过。喷子的话，打人就可以不费血。啊！救！啊！独狼。直接拿下落地四杀，兄弟们，那四个字打在公屏上面。终于来一把完美前期啦！之前那几把前期啊，一点都不完美，说实话，一杀两杀的。落地四杀是正好啊。去开那个固定刷特点，固刷。要把有气好一点吧。可以的，这个中心点人比较稀少，非常的适合拿空投。这个车的表盘咋是这样的呢？都不是电动的，看到没？这指针都是那种指针，不符合他的身份啊，应该整一个电子的哈。这个车这么快，绝对是现在的车。来，我们在这儿等空投。满配奔驰的，装备已经满配了。枪这方面，把药打满。
刚才我们开这个车是这个游戏里边最快的车了，比那个轿车吉普都快多了。刚刚这个圈人数的话，基本在这边。有没有桥？哎，赌桥去，可以去赌桥啊！我可是赌桥大师。而这应该也能，是这边大桥。我们只能赌这个小桥，也可以去尝试一下。这个桥比较细哈，应该好扫。为啥不来空投机呢？我操，有人来了！我操，怎么这么多车啊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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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！哎呀，难扫呀！操啊！妈呀，不躲枪了，要不然丢人。个屁呀！那真难堵，这桥现在没法玩，找不着车，稳稳。本来挺完美的，我就知道有人来，知道吧？奈何这里的枪不太行，堵桥失败，兄弟们。不过这有进步。比上次好，上次都不敢开枪，这次咱开枪了，有进步了，可以了。我操，我又回来了，兄弟们。飞机来了，兄弟们！他没路过，应该路我脸上啊！呜，你还真扎脸呀！我操，有车来！好，就刚才那一队，兄弟们！我操，这还有人跑的！
的？咋的？你炸呀？咋的了 ？OK， 大家晚上一传四，妈的，帅的皮包。这边四个人在我面前临危不乱，好吧，一个一个处理，一个失误人就没了，因为被包夹了。谨慎啊，稳中慌中带细，真是不错呀。这抢空投多是一件美事啊。这两个包哪去了？那俩包呢？从来车的后边，我操，家被偷了，他停对面了，兄弟们，其实刚才我有一瞬间，我打第二个人的时候，其实我的位置是被包夹的，但是呢，我硬跟第二个对了，就是那个售后的那个硬跟他对，然后把他对倒之后，我就安全了。说实话，帅吧？躲雷那玩意儿其实都是小操作了。对面有人啊，对面这个车里边有一个，好像就有独狼，只有一个独狼，而且躲那个房子里边非常猥琐，应该躲在左边房子里边，左边的窗被破了。其实可以摸他，但没啥必要，万一他有俩我就完了。目前已经八杀了，咱可是有人头的人了，不太饥渴了，说句实话。已经不是很饥渴了。有两个人，果然一个房子里边一个。但是他这围墙太高了，他看不到我摸过去，说实话。他看不到我摸过去，还有这么多草。哦，我侥幸心理是可以摸的，但是算了，没啥必要啊，兄弟们。其实我还是很想干的。但是怕出现意外情况。我操，平地干拉是吗？没狙啊，只能看着了。我操，最远点还有人在跑毒，看到没？都是烟，包离我们太多了。
操，我们安全区哎，很好哎。这边两三队，看他的那个那里边了，看没？如果站着不动，我是可以秒他的，给他一枪头。我操，这有狙耶！这有八倍。直接现组装一把，女孩子穿的粉嘟嘟的，兄弟们，一般女孩子都傻。一般女孩都傻乎乎的，可以打，有机会把他爆头。哇，歪头，我操！还挺他妈贼的。挖机刀我就可以干出来了，那边还有人，那我击倒他也没啥意义了，我过不去了，对面有人架着。对面过马路，不要救他吧，你不会要干这个傻事，这种傻事吧，为了一个女人有必要吗？别去了兄弟，你过马路你只要出这个烟，你必死无疑。有一对算一对，全他妈给拆散，兄弟们。跟石头搁这瞄我呢是吧？对面还有人，这把人有点多呀，我附近。这又是一对啊。俩好像是，我被打了，他们要跑毒啊，兄弟们！
他们还是蛮可怜的，看他们这么可怜，我们就送他上西天啊！不要在这这把受苦了。啊！我操我操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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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操嘞！差一点没。看来这些人真有点牛逼耶！还有六枚力的，轻点俩，远点四个。未来应该是三个。哎呀，这里边是圈的，那厕所是不是啊？那厕所，那厕所也不是的。进来这两个人啊。不着急走，卡他们，知道？草原那已经拉走一个了，妈的！